哦啾啾班，童话里做英雄。哦啾啾班，热血心中流动。哦啾啾班，一切掌握手中，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小看大肚腩，说到勇敢，说到机灵，他是一级棒。喂喂喂，别在他面前逞强，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而他很简单，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哦，啾啾棒，童话里做英雄。哦，啾啾棒，热血心中流动。哦，啾啾棒，一切掌握手中，让世界更美好，坚持就一定成功。第四十一集，乞丐，误会中的爱心。经过前段时间的磨合，你们的驾驶技术和战斗技巧都有了提高。现在我们开始训练最难的科目。猕猴老师，不会又是开飞艇压鸡蛋吧？最难的科目就是飞艇的组合。啊哈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哼，这次我不可以给那个菜鸟出风头了。飞艇的组合有多种形式，可以两架飞艇组合，也可以三架飞艇组合。最厉害的是五架飞艇组合的幸福战神。哇，猕猴老师，我们直接组合成幸福战神。他的样子真是太威风了，小猪猪。训练是要一步步进行的。我同意叽叽帮的主意，我们今天直接组合幸福战神。啊，老大，这次是你显威风的时候了。好啊，我们一起组合吧。还是猕猴老师够爽快。我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想让你们直接感受一下组合成幸福战神的难度，让你们不要心存侥幸，今后能踏踏实实地进行基础训练。哎呀，猕猴老师，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实力嘛，说不定我们一下就组合成功了呢。猕猴老师，我申请当主控，以我的能力绝对可以领导全队。猕猴老师，我也申请当主控，我的能力可不比超人强差。你们不用争了，飞艇组合是灵活多变的，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充当主控。虽然充当主控的人是主要操纵者，但是也离不开其他四个人的全力配合。这次训练就让超人强的飞艇先当主控，下次再轮到 GG 高。那好吧。好，全体登艇，各就各位。是。摆成组合阵型。是。很好，现在变形成组合模块。是。注意微操作，一定要精准控制，哪怕是差了一毫米也会导致失败。哎呀，猕猴老师，别说得这么严重嘛，我的手心已经全是汗了。那好，现在开始对接。看到了吧，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天才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你们。
你们还是踏踏实实的努力练习吧，不要想一步登天。今天我就让野狼君和白雪王后那两个笨蛋见识一下制造痛苦的最高境界。制造痛苦最重要的是选对关键人物，一个关键人物的失误可以让大范围的人群都受到痛苦的波及。哈哈哈哈。那给你给你。他为什么把金币扔到铁盒里？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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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群奇怪的人。太可怜了。给这么小的孩子就出来乞讨？什么？他们竟然把我当成乞丐了。小朋友，你没有家人了吗？我送你去白马福利院吧。我不是乞丐。你居然羞辱我，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现在还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小朋友，你的玩具枪真是把姐姐吓到了。我不是乞丐，你别再侮辱我，不然我就让你永远消失。小朋友，我是白马王国的爱心大使，你和我走吧，我会资助你上学，让你像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生活。真是讨厌。哎，小朋友，你去哪儿啊？别走啊。等一下。等一下，你的东西忘拿了。可恶！鸡大神，我们也给小弟弟捐点钱吧。好的，主人。小弟弟，我叫杰克，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我们全家人还有母鸡都会帮助你的。我们要先走了，拜拜。嘎嘎嘎嘎，记得来找我们哦。嘎嘎嘎嘎，嘎嘎嘎，真是讨厌啊！为什么他们会帮助一个乞丐？为什么这里的人和我的星球不一样？为什么？有阴谋，我不会上当的。金蛋，对了，那个会生金蛋的母鸡就是制造痛苦的关键。只要母鸡身子沾到我新研制的多多奶，就会不停地生产金蛋。我真是天才。你马上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了。会下金蛋的母鸡呀、啊！杰克，把这只母鸡卖给我吧。不行，它像我的家人一样，怎么可以卖呢？你什么家人呢？你们长得一点都不像。想要多少金币，你尽管开口。嘎嘎嘎嘎嘎嘎，你还是把自己卖了吧。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还动口呢？真没道德。这一定要射中。中了。成功了。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救援中心终于有了自己的卫生间了。哎，嘿，当当当当！我们终于不用去遥远的肯基基上厕所了。先由我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替大家试试卫生间的功能。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让我先来。就算这个卫生间是你买的，也得抢着用嘛。
我也很缺。我吃东西一向都很讲卫生的，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呢？金蛋，这里怎么会有金蛋呢？肚子又疼了。急死我了。波比，你好了没有啊？你都进去大半天了，给别人一点机会好不好啊？救命啊！波比，波比，你这是干嘛呀？怎么进了卫生间就变得精神不正常了？现在买卫生间竟然还送金蛋呢！爸爸，你快出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母鸡今天怎么下了这么多金蛋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又要下蛋了！爸爸，这么多金蛋放哪里好呢？院子都快装不下了。还真是让人头疼啊！爸爸，我们不如把多余的金蛋送给需要帮助的人吧。是个好主意，不过金蛋太多了，自己搬运很麻烦，我们还是请幸福救援队帮忙吧。童话世界的大灾难就要降临了。这金蛋还挺重的呢。紧急集合，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有重要的任务，有重要的任务。吉吉爸，你怎么会有金蛋呢？这是纯金的。猕猴老师，你怎么什么都舔呢？这枚金蛋可是从卫生间里捡出来的。你怎么不早说呀？猕猴老师，你刚才说有什么紧急任务呀？这个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金蛋，已经多得装不下了，所以他们决定把金蛋捐献出来，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一家好有爱心啊！这下童话世界的居民就更幸福了。